本分局接获报案，于昨11日19时许，在本桥光复路2段，有打架纠纷情势，立即派员前往。那民警抵达时，双方人员皆已离去，现场仅遗留一部自小客，2只橡胶棍，1枚空弹壳。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，并报警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。那经了解，系林兰与陈兰双方因汽车买卖借贷产生纠纷，相约处理债务问题，协商未果，移去时产生纠纷。那过程中，赖兰遭车辆擦撞造成右小腿骨折。本分局于3小时陆续追讯相关涉嫌的到案。那并将持续厘清追查相关共犯到案。本分局针对街头暴力案件，秉持零容忍及强势执法的态度，将全力追缉共犯，强力打击不法暴力。